月二十五日，有网友在日本京都的清水寺偶遇吴奇隆和刘诗诗，夫妻两人一身休闲装，包裹严实，很是低调，就连口罩都是黑白配，看起来玩得相当开心。面对网友的拍照，吴奇隆伸手似乎想要阻止，却实力证明了巴掌脸。吴奇隆的手里还拿着自拍杆，看样子没少合影留念，可以期待下成果照了。而日前，吴奇隆刘诗诗夫妇的自拍合影也被网友晒出来，照片中刘诗诗倚靠老公肩头超甜蜜，吴奇隆则口罩遮面，十分低调，这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